有请陈立队长和杨仲国带来原创作品《自勉时步步生光》。还有宽敞的自我，嚣张的自我，内心狂风和暴雨平静舒缓的。陈立战队141分排在第三位。谢谢。陈立队长，你要从你的四名队员当中淘汰两位。要离开这个舞台的两位是杨仲国和张书瑞。我觉得和你们合作还有做朋友很开心。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有心又不做作，这是很纯真的句子。梦里化成遇到你，我愿老去换你年轻。一个是你的身体就是我的故乡，杨仲国老师的。我站在往事的对岸，可再没回去的春。对于现代的年轻人来讲，虽然说有一些距离，但是我还是希望就是写一些大家可以听得懂的歌词，大家可以靠近他。我选杨仲国。杨仲国。针对刚才的表演，更打动我的是杨仲国。知道我很喜欢，谢谢你应该转过来。你不用争取了，现在已成定局，我们已经组队成功。谢谢你，谢谢哥哥。谢谢队长，谢谢。谢谢。我也可以抱你一下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啊，谢谢。他还有选择的权利吗？没有，没了。我拿中了，走到现在，我已经特别知足。谢谢，谢谢。合唱，我之前很少有过合唱，所以我真的没有什么遗憾。也谢谢陈立队长选择我跟他一起合唱。